我哋系关爱大使，我系中二级嘅郭欣怡，我系中三级嘅梅小春。欣怡啊，不知不觉我哋嚟咗机缘已经有几年啦，我真系好享受机缘嘅学校生活。系啊，谂翻起小六升中一嘅时候，我嘅心情又兴奋又紧张，好担心自己适应唔到新嘅学习环境同埋中学生活。佢哋对于中学生活有咩感受呢？佢哋喺适应之前又有咩困难呢？而佢哋喺升考之前最担心嘅又系咩呢？事不宜迟，我哋即刻出发去访问中一嘅同学啦。OK，Let's go。卓林啊，当你自己知道你获派机缘中学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我很担心追不上，因为小学那时候老师都用中文来上堂，但是来到英中科科都是用英文来上堂。幸好学校有很多措施帮助我们中一新生尽快适应，例如每一位新生都会收到一本 Web Power， 当中记录各科的词汇，等我可以在暑假就温习。另外每逢 Day 5都有英语日 English Speaking Day，等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和外籍老师聊天，进行我们的对话，来到提升我们的 speaking 技巧。此外，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课外活动，例如 Scrabble Society， 我就选了这一行，当中我学到很多不同的英文生字，还有机会代表学校出去参加比赛。两位卓然，你们呢？我知道你们都参加了不同的课外活动，你可不可以和我分享一下你们从中的感受啊？我自小就喜欢航空和飞行，我有幸今年可以参加香港航空青年团，当中有很多难忘的片段，就好像初级学员训练营，当中的活动有城市定向、栏杆逆行和体能训练。在今年的训练入面，我真的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真的令我不生受用。哇，这活动真的很吸引啊。咁卓然，你呢？我知道你小学的时候已经是童军，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下中学的童军和小学的童军训练方面有什么不同啊？是啊，我小学的时候呢都有参加童军，升到中学之后呢都很担心不能够参加，不过都很开心，学校有超过40多种的课活动给我们选，我好容易就选到心仪的课活动。而中學的童軍活動呢，和小學有少少分別，我們有機會籌辦不同的活動，例如露營燒烤會和領袖訓練，當中我們學習到解難、與人溝通和團隊合作技巧。我也是童軍來的，記得中一的時候每一位同學都要選一項服務團隊，我就選了女童軍，因為她的制服真的很漂亮，而且活動非常多元化，我就很享受每一個課外活動帶給我的樂趣。不知道其他中一同學在生活適應上又有沒有任何困難呢？我是來自天水圍區的小學，我們現在學校都很少人派來經驗中學的，起初都很擔心會不會認識不到朋友呢，但很好彩啦，啲同學都非常之 nice 啦。咁我喺中一迎新人咧，都識咗好多嘅同學啦。咁而兩位班主任咧都好人啦，咁成日愛護我哋、關心我哋噶。咁另外啦，每逢班 trial 嘅時段咧，大哥哥、大姐姐都會為我哋準備 happy hour 嘅時段啦。我哋玩遊戲之餘咧，仲會分享一啲學業上嘅 tips 俾我哋添。咁除此之外啦，我為咗提升我嘅英文同埋數學嘅成績啦，咁我就參加咗中一拔尖課程同埋英文數學星期六嘅提升課程，咁啲師兄師姐咧都好用心咁教導我哋噶。我喺中一、中二嘅時候，成日都會參與一啲 Happy Hour 嘅活動，當中都識咗好多師兄師姐噶，佢哋真係好關心我哋噶。未來有什麼期望呢？
我希望可以有更加多的机会参加校外比赛，为校争光。我希望通过学习地理科和物理科的知识，帮助我增进和了解更多的航空知识，为我将来成为飞机师的梦想得以实现，令我可以到世界各地游历，拓阔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我都希望成绩有所提升，最后可以成为一位飞机师的。我希望入到心仪的大学，所以在这几年的中学生涯，我会努力向实现梦想迈进。我希望英文的成绩能够显著的进步，亦都希望参加更多不同学会，例如一些运动学会，藉此锻炼良好的体魄。好多谢中一的同学接受我们的访问，相信大家听完他们的访问之后，都感受到他们真的很享受校园生活，亦都很努力地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各位升中的同学真的不需要担心的，升中之后的校园生活真的很多姿多彩的。